当当了当脆皮肘子呀，姐妹们。哈喽姐妹们，本身这是一个烂糊肘子，让我妈放烤箱里热了一下，烤成脆皮了。妈，这个瘦肉烤的跟个柴火一样。尝吧。妈，我老天爷烫嘴呀、啊！妈，烫出眼泪来了。那应该晾一会儿再录视频的。妈，好油好香。哎呀，妈，挠挠了，姐妹们。哎呦我老天爷，妈，太柴了。本来烂烂糊糊的刚好，这么一烤皮儿是挺好的，但是里面它那个瘦肉烤的就给它烤干了。塞牙，拜拜。